我感觉这边五个人搁里头怎么整？你往里扣啥呢？这呀，E他，武器大师不学 E 吗？得给他换了，这不行。谁的一血呀？为什么是对面的一血呀？我们没拿到一血，这有点不应该，只能出个小破布甲了，这。这鳄鱼上来没有药，我们就跟他硬拼。好眼儿，等个盾啊！算了。这波交闪杀他不合适，不交了。没有攻击间隔，容易让他躲。我马上升三。拜拜。这波如果这法外狂徒没来，这鳄鱼死了。战利品归战胜者。亏你也没办法，人家打野来了，你咋咋整？他打野来的很烦啊，你回家吗？回，让他回，这杀不了，给他打回家也行。推线稍微有点慢，这波卡住他啊。直接卡住他，这波别让他吃兵。杀呀！快点，他没技能，赶紧的。等他有技能了，不好杀了，赶紧杀。差不多，这个兵收完，我们可以走，回家了。识时务者的俊杰，来个耀光。
这中单完了呀，这四级打六级还他妈无限死还。那莫甘娜打吸血鬼怎么能让人无限杀呢？恐惧磨快了每一把刀刃。这确实有点难以理解。那莫甘娜再怎么的，这种中单总不应该死吧，兄弟？本来他这种中单就没有用，你知道吧？他就是靠磨。我们别去中路，我们去中路容易送，先把自己的这个线儿给它整好。踹他一脚走了。有耐心才是好猎人，否则就是死猎人。技术服务于进攻而非控制。布点孩子的那鱼，走中路看一眼啊！哎，这也能 A 到我吗？哎呀，我闪一下好了，我操，真是有点烦，我没想到他能 A 死我。小亏呀。给那鱼缓了一波。这就是你去帮队友，你就很有可能就损失经验，你知道吗？装备，哟，你为啥往上跳啊？谎言不会伤人，真相才是快乐。你不跳咱俩能玩死他，这蓝枪他要没跳就好了。后悔的苦果总比死亡的结局更容易接受。我不该上武器，也不该跟。那武器是自己上的，跟我有啥关系呢？他等 E 呀、啊，我耗他血没毛病啊，我又死不了。
准是唯一重要的标准。跟我说薅着尾子，跟我薅着尾子，让你自己去吧，还他妈抢河蟹，他妈打半天打成这个样子，你有病是吧？咱是不是有病啊？那鱼病更大，哎呀我操，还是莫干辣的人头，怎么能是莫干辣的人头呢？赶紧拆，俺俩能把这上塔拆了就行。OK， 我们上塔拆掉以后，基本上这把是拿下了。虽然吸血鬼他有点肥啊，我们才九级，但是我们三项已经出来了，基本上是拿下了。你们几个都走不了，先杀 ADC 啊！哎呀，给个人头啊！哎，刚才这一闪怎么失败了呢？不应该呀！一闪没晕住，哎呀，这是真是！你说我是闪快了还是闪慢了？我们已经无敌了。好了，回家了。遇到了，没遇着，没晕呢，刚才呀，没遇着。来个吸血，这吸血鬼十二级。
12级，像个人了，这吸血鬼呀，吸血鬼有点不像人了。吸血鬼确实有点不像人了，蓝枪闪现了啊！哎，漂亮！呀，这挺有意思啊，这 ADC。我的人头在我这面前放大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你要追他呀？可以追，死了，必死。看有没有红 buff， 没有红 buff 算了，回家了。是不是能出九头蛇了？拿下了，去下路带线。12级还行，我们也12了。干嘛呀？干嘛呀？一下一过来 AQ， 法不能一手接拉起，先走一下啊，别急。这蓝枪是疯了是吧？一过来，这蓝枪硬追我呀 ，Q 一下 ，nice， 拉起，把红不是把龙拿了。带波线儿，拜拜。我想走，还有人能拦得住呢？八波六一走，一走好，又骗个点烟，还追呀？这武器大师别往上上啊！这。闪现大机器人 ，W 一手，哎，你这行，吹飞也可以啊。不过我 Q 马上打着他了，这俩人也太能追了吧？这俩人追我一路，我天哪，这也太能追了，没必要吧？拉起，哎 ，W，Q 一下 ，E 一下 ，E 过来，先拉起九头蛇。拉起塔 ，W 一手 Q 一下，一过来 A 接拉起九头蛇，好斩，气急败坏。走了。
下 ，A 一下 ，E 一过来 ，A 接拉起走了。哎，老难受了，我跟你们说，这玩意儿呢，那青钢影这玩意儿呢，老难受了。你打他，你又打不着，他一会儿踢你一脚。一过来 ，A Q 九头蛇 ，A 接拉起，不好意思，没看见，在跟我的水友勾流。干啥呢？走，回家了，出装备。来个死亡之舞。干啥呢？抽九头蛇，拉起，别着急，一过来 ，Q 一下，反 W， 扫一下 ，A Q， 拉起 ，Q 九头蛇，一过来，这机器人是真不怕死。哎，挡的就是你。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吸血鬼呢？你本来就不合逻辑。下路猜吧。咱也不知道这要干什么。这吸血鬼怎么出来了呢？刚才还没出来，没出来呢。让塔砸死了 ，X 比武，你看看。卢仙上当了，小龙没了呀。我们赶紧把他们家红给他打了。哎，这 ADC 其实还没有这红值钱呢，我觉得真的。你去大龙吧，别跟着我了，行不行？你老跟着我干啥玩意儿呢？你走吧，嗯，你们去打大龙。机器人可老有意思了，回回都自己往上冲。
走。我上了，对面 ADC 在这拔枪。哎呀，不行，打不死。哦，好痛！拿下。